係啊，第一次啊，人生第一次。覺得好唔好玩？好好玩，好玩嘅，我覺得。你覺得手腳健康？有，絕對有。但是都因為在場我哋有其他球員去教我哋咧，佢哋嘅 energy 其實都好高，其實好感染到我哋。好 nice 咯，佢哋同埋我有好多問題我都會想問佢哋嘅，即係例如點樣去轉個波出去啊？因為你會 feel 到 Robbie 佢打法咧係會有一啲唔同嘅技術嘅，咁所以我覺得今日難得有機會可以問一下啲專業打 Robbie 嘅人士咧，我就都算問咗好多問題，然後我覺得呢一樣活動都幾有趣咯。其實我不嬲都覺得 Robbie 好有型嘅，即係頭先見到個波我都覺得好靚。同埋覺得女仔打 rugby 其實幾酷咯，咁所以頭先同佢哋傾偈，同埋佢同佢哋交流嘅時候，佢哋話我都可以試下，咁所以有機會我都覺得可以試下。佢哋好似有種叫 touch 乜嘢？係啊，touch rugby 係唔需要太去撞咧，好似都係好適合女仔去玩咯。係啊，有機會都會想試下學下。嗯。有機會其實都想㗎，有飛係啊，有機會都想睇嘅其實。入唔入到場？可以一齊去睇。就慢慢俾人撞到飛起啊！咁尖尖嘅真係。train 多啲 muscle 先 train 多啲咯，係啊。雖然都會有啲驚俾人撞，但係覺得如果玩嘅話就冇諗咁多啦，就覺得你撞就撞啦咁樣咯。有啊，佢哋全部都好大隻，同埋真係好都幾 strong 咯，真係。因為睇啲美劇咧，成日會見到啲男仔打籃球，然後會覺得佢哋都係嗰啲好似校園風頭等咁樣咧，咁所以就覺得唔係打籃球係咪好係啊？打籃球呢一樣嘢係咪好有型咧？即係啲男仔。咁你站友係咪都運動型？咁就睇 feel 嘅，睇 feel 嘅，我覺得不論佢運動型定咩都，我都覺得係個 fit 咯，過到電就得咯，係啊。宣傳新歌逐電。係啊係啊。咦？咁新歌合作嗰陣時 ，M 咁係喺個 M 喺台灣拍嘅，係。咁個男主角係我 DM 揾佢嘅，因為係因為條片係我自己導嘅，咁所以咧就變咗有好多嘢可能要自己處理，即係不論睇景啊或者其他嘢啊咁樣。咁個男主角都係比較高大啲咯，咁樣唔知佢平時有冇打籃球，冇問佢，但係就都算高大咁樣咯，係啊。睇中佢啲乜嘢？係個 fit 咯，就係睇中個 fit， 因為。在外形上啊，或者服裝的 matching 上，我都有想，咁就覺得佢的 image 幾好，咁就可以大家一起試下在呢個 MV 上面看看有咩火花咯。OK 啊，其實很好啊，同埋因為很快講完要怎樣做，咁佢都已經很快 get 到咯，咁就成個過程係好 smooth 嘅拍攝得。想唔想試下嗰啲過程嗰啲嘢？即係我自己揾啊，跟住又睇下。但我不懂得導戲啊，所以我都是交給公司同事安排。叫啊，叫 Gigi 幫我找一個男主角，可能會找到一個很適合 feel 的人回來。等我物色一下先。未來工作是不是都繼續會作多些歌和推出新歌？未來都是，其實我保持都一直會作歌的，就看看公司喜歡哪一首，看看大家談談可以出什麼歌咯。我都是在這裡談談這一年會製作的歌啦，希望可以設定一個主題，然後我們現在在找 demo， 看看可不可以有一首春天一點有一點活力的歌，可以是接下來夏天之前推出。Thank you. 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